人生有高峰，亦都有低谷，但系人生有咗佢，就必定有祝福。人生万变，但系耶稣嘅爱就永远不变。咁喺我大女出世嗰年咧，我有个亲戚咧，咁佢哋有三个小朋友，就佢哋离婚嗰年，咁我听见佢哋话一个榨菜食三日，咁我又好觉得好凄凉，都冇谂后果啦，就三个都接咗过嚟住咁样，床变晒碌架床啦，我哋张餐台咧，我哋就变咗张乒乓波台，陪佢哋玩啊，带佢睇戏啊，同佢打乒乓波啊。有好多時佢哋長得好快脆，我又要買衫啊，又要買鞋，一間即係條褲好快脆短啊咁。初時去嘅時候咧，都唔係好習慣。三點半放學，你五點好翻到嚟啦，咁樣啊，一唔翻到嚟咧，就問長問短，你搞乜嘢啊？跟住即係又會話你啊，好出咗去玩啊。因為我姨脾氣比較大少少，嘈交嘈到話要離婚，跟住即係我姨丈走咗去咁啊。嗰陣時做細路仔好驚噶，我哋幾個即係坐咗喺度喊，都唔知點算好。撇除壞脾氣唔提，喺好多人眼中 ，Elena 都係一個好人，但係佢嘅大女就偏偏係一個特殊兒童，以致佢都難以接受。其實都唔係好接受佢係 special need 呢個事實咯，我覺得好冇面，點解我會有個咁嘅女啊？抱住逃避的心态，有几年佢带咗个女儿移民澳洲。因为咧，突然间佢会同佢啲哥哥爹哋唔见咗好耐时间啊，咁样。咁佢嗰阵时就 develop 咗一个叫 separation anxiety， 即系譬如我有校迟佢少少抽咧，佢就喊噶啦。咁变咗咧，佢个情绪好大嘅即系波动啊。其实我十八岁咧，我系经一个同学介绍咧，我已经接受耶稣，因为知道咗我女嘅情况。其实我有一段时期我系嬲咗神，我觉得系 shame 啦嗰阵时。天讲我神，你成日都 test 我，你成日都考我，我而家话俾你听我 fail 啦，我系离开咗神咧，同埋系好曳啦，我甚至乎拜其他嘅神。虽然 Elena 离开咗神，不过神冇放弃佢。透过一位好朋友的邀请，他参与了一次教会的祈祷会，将他的生命真正改变过来。他们说我们为你祈祷好不好，我想着祈祷无所谓，但我就不断流眼泪，我又感受回那个平安。当时即是15年前，我18岁接受耶稣的时候，那个平安，我记得我驾车回家的时候，我是流着眼泪跟神说，我神，我知道是你，因为我十五年前经历过，我叫神啊，你今次唔好俾我走。我有一日嘅祷告咧，就系我求耶稣借佢对眼嚟睇我个女，佢都可以咁开心日日翻学。啊，佢又好 forgiving 嘅，佢即系佢永远都唔会嬲任何人嘅。咁其实我睇到喺佢身上，反而我哋有好多嘢要学习咯。記得佢九歲幾都未能夠自己去自理一啲生活上嘅，譬如沖涼啊咁。咁我同有一日我同神講嗰陣，我好攰啊，你可唔可以令我自己沖涼啊？因為我條腰好攰。咁跟住第二日佢就自己沖涼，神醫治咗佢好多。我以前咧因為呢個女離開神啊，但我而家成日都話咧，如果我再揀咧，我都係揀翻佢做好嘅。無論我睇經啦，牧師講到咧，都係講一個妻子要點樣要謙卑。我記得我嗰時同神講話，我唔係服佢，我服你啫，我敬畏你，所以我聽你話，你話真係自要謙卑。我而家係從心裏去敬佩我丈夫。佢係開始翻翻 church 之後咧，係個人比較就係比較冇咁火爆啦。咁當然佢都仍然有佢嘅，即係有佢嘅脾氣，咁就但係不過比以前係爭好多噶啦。我想分享就係、是。我媽引導我信主到而家為止，其實我好感謝，即係神去改變咗，同埋俾咗真正嘅喜樂我咯。將自己交託俾主耶穌嘅一刻 ，Elena 同佢嘅家人都經歷到神嘅改變同埋祝福，而 Elena 更加將自己領受到嘅愛同埋祝福延伸開去。我喺2003年咧就第一次去中國一個福利院。原來留低嘅孤兒咧，大部分都係有殘疾嘅，都係有病。咁有啲其實係好少嘅病。咁我就覺得香港人飲一餐飯嘅錢，原來可以救活一個生命。咁我當時就有海星嘅故事閃過我腦海，因為我牧師講過，
这个故事，我就心想，如果我救得一个就一个，如果我一生人呢，我只在想他们多可怜，我可能一个都救不到，但如果我一生做一些事的话，我可能只救到十个，我可能只救到五个，但起码我救了这五个，那就开始有这个概念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奔走于上海、扬州等地的医院和孤儿院，成立了一个慈善信托基金，透过海星计划资助国内孤儿接受手术。咁就係又好似 Jonathan 啦，佢隻手同埋腳都係有事，然後睇住佢慢慢啲手手腳腳係矯正，然後又矯正之後，跟住睇住佢開始企起身，開始行，係成個瘦仔，你發覺係好多笑容，好開心啊！咁你有冇諗過可以同 Elena 一樣，讓耶穌幫你帶嚟不一樣嘅生命，得到佢同樣嘅祝福呢？